天气好，知道大家一定想穿春装，跟闺蜜出门拍个 OOTD 了。双手奉上台北最新必去美店，也没什么啦，只是每一家的每个角落都是 IG 人气打卡点，美哭相机，总共三家，一连三周，敬请期待。今天要介绍的是烂醉咖啡，白天是咖啡厅，晚上会变成餐酒馆。重点来了，白天低消只要一杯饮料就可以狂拍两小时，划算到爆表啊！因为老板都是模特儿和摄影师。所以这里完全美得跟摄影棚一样，偶尔真的会有外拍团队来拍摄哦，所以去之前要留意粉丝团公告。你以为只有这样我就会介绍？错，推开这扇门，外面还有台湾第一个球形温室咖啡厅，白色的基调搭上仙人掌、美国国旗，打造阳光悠闲加州风。各位观众 ，surprise， 小沙滩用餐区真的是可爱惨了。你以为只有这样我就会介绍？又错，再推开一扇门。最适合下午的慵懒草地野餐，今天天气超好，超适合外面这个野餐区，大家可以就是自由出来拍照。饮料造型也很用心，它的颜色是粉红色的耶，加了牛奶跟甜菜根，还有撒一点巧克力粉，是日本来的抹茶粉做的，抹茶味很浓，不会太甜。冲来拍照之前请注意，门口有点难找，在这里哦，不要错过。